今天要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居家小物，那就是烘鞋机了。这款烘鞋机不仅能够迅速烘干鞋子外呢，还具有紫外线的杀菌功能啊。我之前有介绍过这台小米的烘鞋机，确实是非常好用，但是我发现一次要烘干两双鞋子的时候呢，效果比较差。现在夏天炎热，每次跑完步回来，鞋子内呢都会很多的汗水，如果不及时烘干的话，鞋子很快就会产生异味，所以一次只能烘一双的机器呢就不够用了。于是我多买了一台一次可以烘两双的机器。新买的这台除了有紫外线杀菌网，还有负离子功能。我最近每次跑完步后都会把鞋子拿去烘干，确实这样做下来以后呢，鞋子的异味大幅的减少。如果你有脚臭的问题或经常跑步的话，那也非常建议你购买一台烘鞋机来用哦，而且雨季鞋湿了也可以使用。